的时候。好，这个。可乐的妈妈都请可乐吃大餐了，可乐也得请替代的吃。做一个示范啊，进了一个，嗯，再来一个，又进了，加油！你看，连三个确实不容易。嗯，好吧，那我试试。哇！失败都承受不了，因为我是小孩啊。失败是世界上最容易战胜的东西了，只要你变得越来越强大，它就会越来越渺小。好吧，可是君开门去。嗯，可乐，你这有杯子吗？我们这边乒乓三连环吧。嗯，我都输你了，你是故意来取笑我的吧？这只是一个小游戏，有什么好取笑的？那你干嘛还找我这个手下败将来玩啊？嗯，我只是真的很喜欢这个游戏。
另外，我还要感谢你呢。感谢我？对啊，要不是你教我玩，我怎么会发现自己的特长呢？你真的不是来取笑我的？哎呀，随便打着玩的，你干嘛这么认真啊？倒也是啊。可以啦，来吧。好，可乐加油，可乐加油。游戏而已，干嘛那么认真？哎呀，不过彤彤真的是很适合玩这个游戏啊。以前我和可乐他爸爸玩的时候，我也从来没输过呢。真的妈妈？当然了。真的阿姨，那你能陪我再玩一局吗？哎呦，我可是好多年都没玩过了。呀，答应了妈妈，反正输赢无所谓。那好。多少了？15-5。阿姨，我该回家了。哎，彤彤，彤彤，彤彤，我们再玩，最后一句。可惜不是一条线。哎呀！我真得走了，这比赛还没结束呢。再说你领先我这么多，怎么能走呢？必须得赶上。可是阿姨，我渴了。哎呀，喝喝完阿姨再给你倒。可是阿姨，我该吃饭了。哎，吃完阿姨再给你买。想一想最喜欢的梦了，太漂亮了。哎，滴答滴也要看一看。哎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该想想，该想，哎，该想想。滴答滴看一看，该想想，该想想，该想想。松手！想一想，哎呦，该接车了，给。这是想一想最喜欢的梦啊。滴答滴，你差点把想一想最喜欢的梦给摔碎了。滴答滴，以后不许再碰想一想的瓶子。滴答滴不是故意的。想一想是不是对滴答滴太严厉了？想一想对谁都挺严厉的。那想想是不是应该道个歉？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想一想，滴答滴不会是在哭鼻子吧？哎，想一想，哎呦喂，吃薯片吧，哎，辣死了。妈妈，你不要叫我妈妈，妈妈。
是因为乒乓三连环。哎呀，你不要再提乒乓。哎呀妈妈，你出来呀。我跑出去，太丢人了。妈，我居然输给了一个小孩。妈妈，我饿了，我去买薯条了。不行，不许吃垃圾食品。妈妈，我需要帮助。可乐一点也不客气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我妈妈和彤彤玩了一个游戏。妈妈，我请来了位朋友。妈妈没心情给你们做饭。哎呀，妈妈不用做饭。那你干嘛？这谁呀？国家专业牛肉丸三连环教练。啊，牛肉丸三连环。哦，对，没错，只需要厨房里面几样简单的东西，碗、牛肉丸，就能随时随地做运动。嗯，可是我……哎呀，妈妈，妈妈，你需要运动。哎呀，我不想。试一试。妈妈，好棒！天才。可乐妈妈简直就是牛肉丸三连环的天才，真的。可乐妈妈一看就知道有功底，只要稍加训练就能成为业界的佼佼者。哎呀，我小的时候。妈妈，那您同意学牛肉丸三连环啦？哎呀，其实运动运动也好。好，那教练就来教给可乐妈妈牛肉丸三连环的三大诀窍。三大诀窍。一，集中精神，忘记胜负。二，牛肉丸的弹力很强，所以要掌握好力度，千万不可以心急。虽然牛肉丸真的很香，但是不可以吃掉牛肉丸的哦。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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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等，教练要向妈妈发起挑战。哎，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赢了。我赢了，妈妈居然赢了教练。怎么样，牛肉丸三连环比乒乓三？哎呀，这可比乒乓三连环新鲜多了。哎呀，妈妈最棒了。不，妈妈还是一个失败者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赢不了彤彤，妈妈就还是一个失败者。那就让彤彤再和妈妈比一次吧。彤彤真的愿意来吗？太棒了，这次我赢定了。哎，乒乓三连环，乒乓三连环，乒乓三连环，耶。彤彤，我帮你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找我帮忙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先说来听听。你能再和我妈妈比一次乒乓三连环吗？不可以。彤彤，你最善良、最热情、最喜欢帮助别人了，你就帮帮我吧。不行。再闭上眼睛，好好的想一想，听听你内心的声音。唉，好吧，真拿你没办法。善良的女孩，彤彤最愿意帮助别人了。你们到底是谁？是彤彤内心的小精灵。嘿，想一想是
善良的彤彤。艾尤威是害怕的彤彤。但是我的动画片里见过的小精灵都是长翅膀的呀。妈妈，快看妈妈撸了，呼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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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小精灵真的是长翅膀的小精灵哎！是吗？在哪里啊？你这。哎呦喂，真棒！哦耶！再棒也会被善良的精灵战胜的。这是我内心的想法吗？彤彤还犹豫什么？快闭上眼睛吧！呼噜呼噜呼噜呼！彤彤，你想好了吗？好吧，我答应和你妈妈比赛了。真的？太棒了！不过有一个条件，说，就是必须公平竞争。没问题，一会儿我加薪。好，再见。可乐一定认为彤彤答应帮忙全都是阿优妹的功劳。可乐一定认为彤彤答应帮忙一定是想一想的功劳。阿优妹的，想想。阿优妹的，想想。阿优妹的。的努力，而且还没有白费。让想一想，想一想，可乐，可乐，想一想，想到一个好主意， yeah. 让 I U V 把想一想变成乒乓球。到关键时候想一想可以叫球，嘿嘿。你的意思是改变球的运动路线，然后让妈妈进球？撞来撞去这件事还是滴答滴比较像你，不如滴答滴去。嘿，爸爸看妈妈撸了，呼噜呼噜呼噜呼，一条线。失败也不算什么，不过今天阿姨真的玩得很不错。诺，你可真大度。行了，别装了。妈妈，今天的比赛您真是太厉害了。乒乓球里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？秘密？妈妈，您都知道了？当然了。我是妈妈，虽然下午我被输赢冲昏了头脑，可我还是妈妈，我一定会发现的。那你要救赎我的小可乐，你一定是作弊了，你一定是在乒乓球里做了手脚，要不然最后一个球怎么会偏了方向呢？啊，原来就是这个事儿啊。妈妈从来就教育你不许作弊，你都忘记了。对不起妈妈，我以后一定会。如果这一次是妈妈错了啊！哎呀，妈妈知道我的小可乐是为了帮助妈妈，因为是妈妈首先犯了错误。那您还会惩罚我吗？惩罚？妈妈还要谢谢你呢。耶，那妈妈请我吃薯条。想得美，垃圾食品。嗯，那您给我什么奖励啊？去把彤彤请来，妈妈给你们做大餐。周末外加两个小时游戏时间，可以。耶、yeah! ！哎呀，不过这次妈妈
真的应该向可乐和彤彤好好学习。学习？妈妈太计较失败了。哎，是你们给我做了榜样。哼，彤彤还真大度。我们的小可乐也不错啊。妈妈，我的零花钱太少了。少来，明天妈妈和你一起去请彤彤。对了，以后可再也不许作弊了，我保证。可乐的妈妈都请可乐吃大餐了，可乐也得请滴答滴吃。滴答滴就知道吃，滴答滴是功臣。嗯，你们都是大功臣，我要好好的请你们吃一顿。彤彤能去哪儿啊？今天下雪，他就不见了。我叫他，他也不理我。哎，我饭都做好了。彤彤，彤彤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昨天我妈妈和你玩到乒乓球。不要再踢，踢，疼！这个好，谢你彤彤，谢你电灯泡。小雨小哥看，烧好了，耶！哇，滴答滴真棒！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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